大家好，我是凡凡。今天辅导给他说要去义乌的那个小百货看一看，所以今天呢，我陪他去义乌的国际商贸城转一转。现在我和辅导哥上了这个轻轨呀，没有想到今天碰到了一个老熟人，就是联盟。联盟前阵子不是你在那个大铁锹那里唱歌吗？唱得非常好听。感谢你的采访，我唱歌非常好听，请问有什么奖励吗？奖励就是下一次我再请你唱歌好不好？你这个奖励有一点不中我的心意，能不没事，能？请你吃饭嘛，啊？请你吃饭，请你唱歌。哎，刚刚你不是说你要摆摊吗？摆个地摊，到时候就我不摆是，地摊好吗？摆地摊你。你不是说摆摊让别人请别人唱歌吗？别人点歌啊？又没有人跟我成双成对，我干嘛要摆地摊？你能不能有点男人味嘛？这都是搞笑的，这是我拍啥嘛？你能不能有点男人味嘛？一下跟我是，也说，什么男人？动不动就说要我去摆地摊，你又不能养我嘛？真的是，我要长得一秒也长得这么好看，我养不起你哦。我不化妆的这么好看。是啊。这么有风范，你看人家都看过来了，北边的美女看过来。你觉得傅大哥怎么样？傅大哥是千万富翁，哦，他养得起呢。我还是亿万富翁呢，我没有想对谁有指望，哦，我只希望我天天，不要让我失望就好了。现在我们跟着联盟。你们说找了一个工作，啊，不要不要，我也没有钱，不用不用，不要买水，哎，要不我买给你喝吧？怎么又你买给我喝呢？我买给你喝。我又不用，我可以我买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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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在这个轻轨上面碰到了联盟，然后付大哥呢就跟着他过来玩。这个联盟是过来做日结的，他说没钱交房租了，赚的钱交房租。你现在也不容易，是不是还要赚钱交房租？你们要不要去买早饭吃？吃早饭了没？现在都快是中饭了。刚我吃过了。哦。要是你下班早，我那里有猪脚，再烧个羊肉火锅，啊？好。你要来吃，那我就烧吧。这里就是你们干活的地方了。付大哥一定要跟着他来，想来这里看一看。现在那个联盟上班去了，你等他下班吗？等他下班就好。他是晚上6点下班的。那怎么办呢？但是不等的话，我们就走了。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国际商贸城啊，付大哥，你是不是第一次来呀？对，以前小时候来过，小时候那个还是一个。在铁路旁边的一个小的很小的一个大大棚的这个市场，现在看看义乌已经发展，现在已经是非常大了。哦，现在大了。啊，这个地方逛一天都逛不完嘞，一天都逛不完。很大的，进去看一下。这个区域是玩具，看一下这个是什么玩具。哇，这个东西恐怖啊，这是弹酒。然后这里是弹鼠，哎，付大哥，你看上什么了？这个你也买车啊？哦，只做外贸的，他只做外贸的。这个一楼的话，全部都是玩具，有枪，有无人机，各种玩具都有。逛了一圈这个商贸城，有点饿了，然后付大哥买了两个香辣鸡腿包，我发现这边的这个肯德基啊，有点贵。啊，我们简单吃一点，回家吃好的。这个是香辣鸡腿吧？我和付大哥逛了一圈，现在回去了，因为在这里没有发现能够吸引我们的东西啊。现在回来了。本来我们是计划3个人去的，我、付大哥、陈哥，我们3个人去国际商贸城看那个义乌市百货的。没想到陈哥有事去不了了，然后呢，付大哥的话呢，就是在轻轨上面碰到了联盟，
哎，他就没什么心情去逛那个义乌市百货了。真的是计划部的变化呀、啊！本来想好好的逛一下这个国际商贸城的，结果只是随便的逛了一下呀、啊。